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丹。那美乐呢？他因为身体不舒服，还没有完全好，所以他现在仍在休息。那我们今天呢要去冲绳。今天其实是我们计划很久的家族旅行。这里面有人要跟了三个小孩子，最小的两岁 ，Jasper。嗨。对啊，他零岁。他零岁是吗？达利哥哥，你几岁？你七岁。那你今天你要当大哥哥，带这两个小朋友，好吧？不行，这样。Jasper， 你没有看我们的飞机在哪里吗？有。哪一里？不是那一台吧？我们飞机是紫色的，找一下，紫色在哪里？然后我们今天呢，就是我跟我姐姐，然后还有我表姐他们一家人，然后还有我阿嬷、小阿姨。那我们今天我们这一次的旅行呢，年纪最大有到几岁啊？88岁，对不对？哦，88岁，从2岁到88岁的旅行，所以我们选择去冲绳。我们想了很久，觉得去冲绳可能比较适合这种。又小又大。嗨，阿嬷。嗨。脱口罩。嗨。阿嬷刚过88岁生日哦，这一趟是我们送阿嬷生日礼物。对对。嗯，我想这会是一个非常吵闹的旅程。我希望我这几天呢。有。哪里恶心？这是我们的表姐，她是行程规划大师，会带老的，会带少的。这次的行程呢，都交给她安排。今天我们要搭飞机，那飞机是谁设计的？我们要去哪里？我们要去冲绳。哦，你有去过冲绳吗？有哈、哦。而且我们出生在机场。舅舅跟舅妈结婚的时候，你们是不是有去？我有。达利也有去啊。而且跟达利一起，还有 Jasper 一起。Jasper 那时候在肚子里吧。而且我们要搭紫色的飞机，1打3，1打4 ，Oh my god， 好吓我！你有知道紫色飞机在哪里？有4个小朋友，吓坏我！好，那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呢，是安排给小朋友呢跟老人家玩的行程。所以呢，如果说你们刚好也有想要带家人、长辈还有小朋友一起来一个家族旅游的话，可以参考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行程。看，舅舅，小声一点，小声一点，小声一点。出来不到两个小时，在你的头上。出来不到两个小时，不知道为什么美乐选择在家里休息不出门。好 ，OK， 好。都收吗？他没有收吗？东京都要出发了。东京都要出发。好，我们现在到冲绳了，然后我们大概飞1个小时的时间而已。那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如果说有带家里的长辈来的话呢，在 check in 的时候呢，就可以跟他们要求说，因为我们在台湾这边呢，想要有轮椅的服务，然后到了当地呢，也想要借这个轮椅的服务，就是不管家中的长辈呢能不能走，就是帮他们多做这个服务是不错。好，我们现在总算出来了，然后第一站呢，我们就是要直奔机场4楼。哎，是4楼吗？4楼。我们要去4楼买饭团。4楼。是不是这里？走这个 restaurant and shop， 这边上去4楼看一下。那、我们现在位置在这里，它目的在这里，所以我们现在走上去就是这里。哦。好了，找到了。这4楼呢是他们美食广场，然后美食广场这边呢就可以看得到海景，可以看到飞机起降的画面，还可以看到日落。冲绳饭团，哇，很多收到嘞！它这边有超多种口味的，有炸虾，然后明太子，不知道有没有素食，等一下来问一下。然后很多人来呢，会直接点这样子一个 set 的组合。它还有卤肉饭呢。哎，要这里先吃吗？这是我的吗？来，你的这个是特别的定制的版，对，它这个是豆腐，捣豆腐的，它这个豆腐不错，蛮香的，大块。你看它的原体长这样啊。这个是我点的虾子口味的，我觉得虾子的很好吃哎，我们虾子600多块。你的豆腐好吃吗？还不错，因为它豆腐很厚哦。对啊，豆腐应该很好。我们买这间在国际航线，对不对？的4楼。对，我是走出来的时候可能要小心，就是不要跟我们一样太兴奋。一不小心就走错航向，我们刚一分钟上去，关警察。然后其实想说，是呀、我刚刚到底从哪里看到截图的？然后一慌忙又找不到讯息，
然后我们就在那个中间那个台，就在点了一次，想说到底在哪里啊？哈，就是中间的上来了。哎、欸，那一楼原本的那间还在吗？我记得还在，它就是国内国外都转。哎、欸，你的感觉不错哎、欸。我跟你妈一样，就豆腐的啊。还有那个咪寿的酱不错、啊，你有喜欢吗？有。你牙齿要掉了吗？用另外一边。哇，你知道满脸都是。做成一个影片的，对啊，做好影片再给你看，好吧？再帮我分享给你同学看，帮我分享、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可以吗？叫你同学。我们现在在这个福口的地方呢，它这边就有用宝可梦的装饰，它这边就在写说，在冲绳的四个市里面呢，它会用这个东西下水道那个盖子，它会用这个造型，那在不同的市这样子，然后在这三个地方。在这三个地方呢，也可以看得到，像是海洋公园呢，它就会有像这样子的一个接驳车，然后在这公园呢，就可以看到像这样子的一个造景。好，那我们这次来冲绳呢，我们主要会住在那霸市区，然后我们会搭这个轻轨，我们用搭轻轨的方式，然后参加 tour 的方式。怎么样？今天这次女主角没有来，感觉如何啊？就只有我一个人讲话，闷闷。对呀、啊，要去搭单轨列车啊，就是照这个图示，然后继续往这边走就对了。然后这边就有卖很多的伴手礼。请问我们在这里去搭车吗？是。哇，帅气！请小心。没有，我们先去买一下哦。没有问题，把小孩后在一边。来，现在人很多，小孩跟行李箱全部都站好，站在这边，不能乱跑。来，领票。小孩，一张拿一张。No。好混乱，辛苦了、欸、你又一个成就解锁，带着那么多老人跟小孩搭这个车子。哎，不错哎、欸，你看我们的饭店，然后旁边就是电梯。那有没有离捷运很近？有。好，这一间呢，就是我们在冲绳，我们要住四个晚上，要住在这间饭店。哎、欸，这姐姐找的。我们这一个晚上多少钱？我记得是1000多块而已，对不对？我这算起来一个人，像我们那一间房间三个人睡，一个人好像才700多块而已。对，这边呢要走去那个国际通那边也是很近。然后我们试看看到底有什么。哎、欸，那你说对面是有什么？这里是那个商场。好，等小孩都把它弄睡了之后来去逛逛。没有，没走开。我就是引诱你每天要去外面找新的。今天这个房间要不放，那就先回休息。好，谢谢你。你看这个好像是可以拿的小朋友的东西，然后这个还有尿布哎。你看这里，还有那个沐浴乳，现在很多饭店都是这样子啊，就是。我觉得这样比较好，就是你有需要的时候你拿。对，很多人不需要。你有些东西你不需要，你就不拿，我觉得很棒。打扰了，你想再来擦一下那个擦卡，儿子啊，灯，对，谢谢你，对，太棒了。哦，你看你们的房型会长这样，三人。大力身体很脏，不要进去拜托你。哎，这是单人床，这个好像又再大了一点，这个好像又再更大了一点。它会是3张单人，然后三一这里边也是，然后阿嬷他们那一间就是那个两个单人床，然后它是更比较大宽一点点，所以就是他们称之为高级的双人房。哦，那你等一下可以去感受一下他们所谓的浴室在那边。那个房型在哪里？好，我们去看一下浴室，走。看一下，大家知道的日本浴室就是长这个样子，朴实的浴室。嗯，我觉得这个好像也不太行。对，有吗？第三个，你看大大说对啊。好，大大你再量一下这个。好，那你再量一下这个，好像有差哦。大大，刚最后面那一个是全部，然后中间真的再小一点，所以是三个 size 哦，很好笑。哎，啦，你今晚跟舅舅睡。要舅舅。Jasper 已经准备好要睡觉了吗？好不好逛啊，所以我们可能要先感受一下，因为有时候人很兴奋要走进去，哇绕塞哎，但24小时也不错，我觉得24小时这点就很棒。我很喜欢来日本，就是白天可以玩完行程之后，24小时又可以继续玩。你超人生极限的时候，你还是靠意志力走进来这里。唐吉诃德也是啊，你知道唐吉诃德就是排在这个时间。哦，这样大哥他们不是有影片，就是他们的24小时里面的最后面就是唐吉诃德。对，很疯狂，很疯狂。我上次在那个北海道逛到都还没有 check in。
的酒啊，全部都是零酒精的哦，喝完可以开车的哦，全部都是。逛完超级市场之后，我们来这个国际通这边，从我们住的地方走过来，其实我觉得五分钟而已哦。对，我觉得很快耶。嗯，对，没有十分钟吗？大概十分钟怎么？对，我觉得没有十分钟。有听过那个他们有那种传统店面也有在卖这个，他说吃起来的口感跟台湾的哪一种比较好吃？哎、欸，我们点两个一起吃。好啊，我是Smack Glass Eye。你说什么？哦、oh, ，Sugar，Brown Sugar。想说什么？我想说Smack Glass。他讲了一句，然后人家回他，他开始傻眼了。一个价钱300块，三个800块，看你要一个还是三个。现在他们在看的是这一间。大家来试试看。我跟你讲，当你要讲出“哦，是师妹克拉塞”这句话的时候，你就只能保持着欢景一公三号祝贝尔丢啊，就点他推荐的。你这个大词对啊。怎么念？哦，是师妹克拉塞。哦。对，念错了也不要纠正我。有什么推荐的吗？是不是？对，就是请你推荐我一个东西。反正他推荐就说 OK。对对，就是你就说 OK， 不要想太多。人家都推荐了，你就请人家推荐了，然后你还跟他说那我选别的， no, no, no. 你就是人吗？我好像很常做这种事。不行。那你干嘛写人家推荐啊？嗯，推荐了之后就觉得，哎、欸，我好像对这个还好。还好还好，你就是有别问的。你不知道双子座就是这种人。好坏，你看我们。哎、欸，来试试看，试试看，这什么口味啊？黑糖的。不错的，黑糖是脆的，有点油，一点干。这是蛮油的嘞，我感觉就是油的。它的外表是脆的，可是里面它干了。基亚如何？就决定是他了吗？哎、欸，这件看起来很神秘。我跟你说，我之前好像看过有一次，但我吃了决定他是不是我看的那件。你知道我看的跟少的有多少？好吃才是你看的那件，不好吃那件应该不是我当时看的。店员推荐那一份饺子。OK。店员推荐这两个。然后那一句再解释，哦，是什么？我们这趟日本旅游，我们就全部都吃这个。就这句话，对，我们去到哪里就是吃这个。一句话畅游日本。对。但是我还是要进去旅游，人家推荐我不吃，牙咬了也要吃。金角来了吗？有。哦，很好吃。我会很酸，它是麻油。它比较强。什么？皮很强。嗯。哦，皮很强啊。很香，这个是哎、欸，哇，你这不错哎、欸，拉面还不错。哎、欸，你这个看起来也不错哎、欸，还有炸蒜片哎、欸，辣的。阿妈可以来吃，因为你看那个肉就是这样插去，你看它就直接软掉了。好，那就是立刻化掉了。嗯，我觉得闻起来真的很清爽的味道，对不对？嗯，就是很适合吃。阿妈回来喝，好喝，好喝。你现在在说话，我很软，对不对？嗯，很好吃。面，这个人吃一口之后就是来。来吃看看，不会后悔。对，它日汤味道真的不错，而且喝下去之后还会有另外一个味道跑出来哦。然后它有一个烧烤味，嗯，很香，对不对？应该是因为蒜头吧，是不是？不，它真的有一个烧烤味。2023第一名的拉面，觉得它厉害的是它尾韵有一个尾韵的味道，烧烤味，嗯，真的很厉害。嗯，你这个有个味道，我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汤的味道哎，它这个比较像是鲜虾的感觉，有个虾味。好，这间算是我们无意间的误打误撞找到的店，好吃，嗯，可以为他来哈。这一定就是我在网络上看到那间，我看有人推荐，这真的是长得像，而且没什么人呢、欸。这一层是没有人，虾真的是有一只虾被压扁了。早安。耶、yeah, ，今天是我开心的放风日。哎、欸，你不知道我姐刚才说什么吗？我姐说我今天放假一天，她说晚上他们小孩睡的时候要我留下来顾小孩，你们出去逛街。这样不是小孩睡着的，这太过分了吧？他在旁边哭，这样对吗？带睡啊，我说睡着要你留着，我们会不会帮他们睡着？我好难过，好伤心。早安，不要难过，不要伤心，我们大家都痛。那他们呢？今天会去参加一个 KK Day 的 tour， 拜拜。那个 KK Day Tour 呢是一整天的，会玩南部的行程。那我再把那个行程或者是预定连结，我把它放在下面。好，那我今天呢，我就会去看一下用什么方式来玩一下冲绳这个地方。我现在在我们饭店附近找到一间这个租脚踏车的，
在我们饭店旁边而已，在这样子一个小巷子里面，去那边看看哦。没多久就这样子爬上来，在这边看一下。Hello。下这是他这边的价钱，他有分一天的，一天就是到他晚上6点，然后这个是平把车跟公路车的价钱。我看他住24小时的话，差400块而已，所以决定跟他住这个。然后他这边就是除了有公路车之外，然后有这种城市车、平把车，还有这种电扶车。好，刚才经过了一番讨论之后呢，我租了这台是 Track， 然后他那边有的公路车不多。所以呢，要来租的话，可能要先预约。在日本常看到 Track 的脚踏车，然后他们除了 Track 之外呢，然后还有捷安特的。然后在写完那个合约，租借的合约之后呢，他就是会要我们勾选，就是很多一些道路须知啊，或者是破胎须知啊，或者是脚踏车的保护的一些须知，要我们去确认、去打勾这样子。那我自己是有用翻译去看一下，每一点那去做打勾。那就出发吧，我现在。想要去赖长岛，一直很想去的一个地方。Go！ 看到超多人，这间幸福松饼啊，不吃哦，我想要来吃这间 tacos， 就在幸福松饼隔壁的这间。Yes。好，我拿到的这是有 avocado 跟 chicken， 对，超大一个，它这一份大概400多块台币，对，超贵。然后我现在我也不知道吃什么，也肚子饿，我就选这个来吃。不过它分量蛮大的，然后。肉量蛮多的，但我点的这个它其实不算塔可，它是算是那就是那种饼，然后放上这种烤肉这样子。我刚才想说，是不是因为这也是观光的地方，所以我刚才点的那个这么贵，要2000多块，2400多块。但我看一下其他的店啊，其实价钱都好像还好，就是1000多块就可以吃到了，就觉得我刚才吃的那间好像有点贵。那接下来继续出发，在赖长岛这边啊，有一个坡，它上面写说是往一个广场去看一个风景的广场，所以我想说，骑上去。哦，这边是在赖长岛，这边可以泡温泉的地方。后面这间叫龙神的汤，然后它泡温泉的话，这边一个大人是1500。然后这边是个观景台，就是可以从这边看海。实在太热了，我本来想要先去那个细满鱼市场这边，然后呢，在半路我看到这间可爱咖啡厅，我想说一杯200块，我想说来这边喝一下好了。大家都，它这里就是这一间这样小小的店，卖的是这种，也是那种像幸福松饼那种厚厚的松饼，然后它这边比较特别的是它里面会放一些水果，而且它这里一个价钱也不会太贵哦，再有抹茶红豆的。刚刚我在这边喝完果汁之后呢，他就问我说要不要帮我装水，然后帮我把水装满，然后还给我一个小香蕉跟饼干，跟我说 fighting， 谢谢。